哦，是的，我讲也讲几讲，新，有新印的那个，有新印的，哦，红林里，那老新的植物是你种的，你看呢，买的车啊，可以到庙来，来请香火。新宁王公庙同济公，王公庙是地名，王公是那开张圣王。同济公，开张圣王，也有供奉六五千岁，图案有八仙跟南极仙，南极仙是八仙之首，还有龙凤，龙凤。哦，做得很美，很精致，有香火，那里面有香火，里面有香火，还有那个铜钱，康熙通宝啊，看到那个字写的是康熙通宝，龙啊吼，凤啊，那个图是龙凤啊，孔方兄就是铜钱啊，孔方兄就是铜钱，你看这外圆内方。是写什么通宝？康熙呀、啊，康熙通宝。康熙通宝，康熙，康熙通宝啊。康熙通宝啊，康熙通宝。买车啊，可以到庙这边，请了香火，请了香火，然后要过那个天宫炉，外面的天宫炉啊，里面的六千岁的炉，开张圣王的炉，还多元明多老元君的炉，啊，田都元帅的炉。对啊，各尊神的炉啊，都可以过一过了。一般都是顺时针，顺时针哦，三圈呐、啊，绕三圈。里面也有供奉文昌帝君，有一支很大的笔，智慧笔，智慧文昌笔，智慧的。